二三，可以。名师出高徒，还有术业有专攻。好，这个是送给术老师还有师子老师的。我们现在这个要送给。哦，送我，谢谢。Happy birthday. Thank you. Your birthday present. What is this? It's sunglass. 哦，太阳眼镜。Yes, it's perfect sunglass. 是 Tom Brown。因为他看到你昨天有说你的生日愿望想要一个没有刮花的眼镜。Thank you so much. 所以他就注意到了。很贴心哈，很贴心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心的礼物啊，这个就没有关系，就不用拍照，因为这个是真的礼物啊。来，那可强你要送什么？我这个是代替伟忠哥转交给腾腾老师的，就是什么特别一面镜子吗？嗯，镜子，就是他说他怕你会帅破天际，所以就很担心你，所以送一面镜子给你。那这非常重要，这非常重要，所以我要随时一直看着，随时看着自己。要小心，我就挂在这里这样子。要小心啊，提醒自己，提醒自己不要太帅，不要帅破天际。这是你毕生的任务，要小心一点。谢谢，送给你的。好，这个是呢，我们的同学很用心要再送给两位老师的。那呢，我们要再来最后补个照片。好，好啊，补照片之前呢，我们先请佑嘉，因为。过了一年嘛，所以佑嘉老师有些问题想要问一下，就是有点像随堂考的感觉，有一些问题要 出题目给两位学长姐。他们那个比完森林之王之后，他们开始都有自己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有自己的作品，有。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测验一下这个十秒钟介绍自己的作品。哇，好，怎么介绍自己？我准备好了，十秒、哦，好。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还不太知道，对，顺便宣传十秒钟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我最近发了一首单曲叫做《不爱情》，然后主要是在诉说爱情，里面的矛盾故事，然后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作品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不错哎，八秒就讲完了，可以耶，不错不错，很棒。那歌名叫什么？叫《不爱情》。哦，《不爱情》对。好，再重复一次。八秒，因为最后浪费了两秒、啊，对，再重复一次，不爱情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那也要问一下，随堂考一下 Gail， 你记得你在《森林之王》里面啊，你唱过几首中文歌跟英文中文歌吗？中文歌，我其实我也忘记了，很多，比英文歌还多。嗯 ，I sang a total of six songs， 那你还记得哪一首吗？你呀，不顾飘向北方，我爱你，心灰灰 ，and 老实情歌。哦，对，